首先，比格犬种梳理毛发时，一定要重要的方法和技巧，选择一把狗狗专用的梳子去梳理它。一般我们选择的话，会选择鬃毛刷，或者说平梳。每天梳理可以有效地清除比格犬身上的灰尘和污垢，让比格犬的毛发变得更健康和光泽。其次，给比格犬美容要定期给它清理耳朵、眼睛、肛门腺的卫生，还有脚底毛的清洁，并且注意比格犬的洗澡层底清洁。视频小结：比格犬梳理毛发时，一定要注意重要的方法和技巧，选择一把狗狗专用的梳子去梳理。一般建议家长选择鬃毛刷或平梳，每天梳理，有效地清除比格犬身上的灰尘和污垢，促进比格犬毛发的健康生长。另外，给比格犬美容需要定期地进行清理耳朵、眼睛、肛门腺，包括脚底毛。